好，看到没有？欢迎收看《不要试插玩》。沈哥，你刚刚这样子抖了两下，对不对？先寄200,000发票给那个 Kid。今年呢，可以说是我们中秋节月亮是继93年之后最小的一个月亮。你这么有尝试啊？你都没有看新闻的，老人都知道这些东西。看月亮之前，我想要先送礼物。你很多礼物私下送的，你这。一定要送。哦，你买小桃酥。对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桃酥。我跟你讲，这年头会去买桃酥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可以取。如果你下次再买个芝麻糖、芝麻灰也很好吃。什么都是长辈在吃的。对对对，你太客气。哦吼！哦。哎，真的很谢谢胡同这次的这个赞助，真的不一定要中秋节赞助，整年赞助了嘛，整天赞助拿来有什么问题呢？我都吃烤肉，我们会担心吗？我们会拒绝吗？真的，现在打电话，是不怕？他现在报警，他在报警，已经报警了，是？对，报警了。好，报警就好，报警就好。我讲一个，我这样假的，我你外婆逼吧。不过我要问一下何立，像在主持 Live 这样节目的时候，是不是多少有点紧张的感觉？一定很紧张，还是会哈、哦。那当你看到，比方说有些网友不敬的言语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要么假装没看见，要么我会谢谢他，然后对，或者我是要吵就来吵啊。哎呀，这孝敬。对嘛，所以我说你会吼。我们丫丫，我跟丫丫，温妮嘛，对不对？观众可能还不了解，说阿公你等一下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阿当哎，来你国国。你现在剩下的功能也就只有帮他擦。